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心雨啊，我又来了。我是早上十点睡醒的，然后现在已经是三点了，我一天没有吃饭。现在呢，我打算自己做点吃的。今天开了好几百公里的车了，实在是太饿了。这道菜呢叫东北乱炖，土豆炖茄子。现在啊，我就开始起锅烧油。现在呢，油已经开了，放入茄子，给它煎至两面金黄。把我这个茄子炒蔫巴的。现在就闻到香味了，哈哈。我先把土豆切成块，然后一会儿倒里土豆块，先倒入我这个生命的源泉。倒点这个酱油，调调颜色。再倒点这个东北大酱。这个黄金东北大酱。黄金豆酱。哪怕有再多的伤，继续吧。后盖焖它，等它把汤靠干，我再弄点大米饭吃。我平时做饭呢，就用它，我这个店小二，然后直接把这个插头连接到那个点烟处就可以了。我先把我这个饭锅先插上。我现在这个小二呢是满电，等我焖这一锅饭下来看看能用多少电啊。我的酱茄子已经熟了，对，碎乎了，然后泡饭吃啊。一共用了24个电，我的饭已经好了，现在开灶。我刚才在外面吃来的，然后过来好几个人看我，我都不好意思吃了，我就把它给拿到车上了。大米饭、茄子、土豆，配上我这个黄瓜，简直是太香了。我这蹲在马路边吃饭，感觉我可另类了，他们也不知道我在干嘛，整得我这个不好意思，本来我脸就小，整得我只能到车里来吃了，车里实在是太闷了。继续行驶10公里。那啊，拜拜。大哥还给我打个招呼，问我你走啦，我说我走了。哎呀，那好吧，我继续赶路了，今天呢，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。